他们从外边把门锁上了。走，这边。走了，你俩那边。 大哥，刚才看他们就跑这边了，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洞里边去。嗯，那里呢？和你一起。你们干嘛呢？你管我是干什么的？忙你的去。等你们出来，有人找事儿。什么人？谁找事儿？怎么回事？ 赶紧走，不然报警。大哥，撤，走走走走。好，散了散了，带我去吧。哎，那门怎么开着？就把它关了。哦。 我给何然打个电话。哦，你打吧，我没带手机。喂，何然，松原路179号，一家纹身店，疑犯是一个身上有蝎子纹身的人，他有可能是纵火嫌疑犯。我跟李希成现在被困在附近的一个集装箱里。对，我给你发位置，你赶紧派人过来。 西城，对不起啊，牵连你进来。我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而且你根本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我这个人啊，从小就喜欢仗义，就冲着你跟这个案子三年，这个劲儿啊，我都要帮帮你。我做火灾调查这么多年，也经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案件，这是第一个。 没有完结的案子。如果凶手继续逍遥法外，他有可能犯下第二起、第三起案件，那怎么办？而我的工作可能会帮助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。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觉得我没有帮错人。这何警官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，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。这外面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。咱们现在只能在这儿等了。
匆匆留下逆行的背影，或许这是一场最为漫长的冬季，只有爱才可以将黑暗隔离。经历过尘埃风雨，迎来更美樱花季，灿烂笑容。你疯了吗？谁让你这么救援的？人要出意外了，你负得了责吗？正经点，你现在是正式的消防员了，得有个正式的样子。生命就快要走向光明，每个不平凡的你不要轻易放弃。在蓝天下我们自由呼吸。就这个巷子快，快，播放回响。是，小心点啊。我们相约这里。一冰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放，我没穿，没事。蝎子怎么样？哦，蝎子我们已经布控，往上守防。这是我的同事李西城，这是何然何警官。兄弟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他叫什么？何然。哦，何警官是吧？啊，对。哦，我没事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那我们赶紧回队吧。啊，走，慢点。